山之瑞云表演者李云杰。哥，今儿能说完吗？够呛。这回能说说完。杨叔，人家说啥都没。给您换一个。这场是评书，刚才那是单口相声。这个评书啊，就没有那么多包袱笑料，您讲个小故事，希望您能坐住了。当然说要坐不住呢，哪位要走我就自杀，这是啊。跟您说个笑话啊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走一个呀。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稻香村。哎呀，好！冲着大妈这儿去唱诗。接着说，给您说一段《聊斋》的回目，他叫瑞云。瑞云这个人我很熟悉，他也是云字儿的。我们这是郭老师徒弟分云鹤九霄，他是云字儿，我们这算于师姐这事儿啊。瑞云，杭州名妓瑞云。哎呀，再给您前面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十四岁，那是八岁呢，被这蔡婆子买入这叫妓院，老年间叫窑子。到这儿来呢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都学到手了。这瑞云好能耐，卖座值钱。说到十四岁那年，哎，挑帘出门接客，接客呢叫留宿，叫留客不留宿，什么意思呢？白天喝个花酒聊聊天可以走，晚上不留人，就是没有跟任何人呢欣赏过枕头，这句文言。十四岁，他这个人能耐大极了，按我们行话说能卖钱了。我们这三十四了还没卖钱呢，人这十四现在已经就取满过满了。上回跟您说见瑞云一面多少钱呢？纹银十五两。这十五两和现在合成人民币多少钱呢？一万。好几万。真是好几万。反正具体是应该是好几万。我一说您一听，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是咱这说书咱就是有考证啊。是十五两银子见个面，喝个花酒十五两，写个诗十五两，画个画十五两，聊个天十五两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哪样抄起来都十五两。所以有钱的人达官贵人搁这儿，那就得这一白天吧，晚上不留宿，一白天扔这儿几万两白银跟玩似的。搁现在这个钱来说，换算成人民币扔这儿百来万，这算正常。你说我多羡慕，咱们这个三十年一张票还够不满呢，这现在我瑞云从这儿给您来一个，我估计凭十五两，就三十块钱，哪怕涨得我也得涨得五十，起码够满的，我们这个也就行了啊，行话叫治下来了。人家瑞云能耐大。为什么我们得管您叫师姐呢？反正这云字儿的其实都不是康货，云字儿按现在来说，我是那垫底的，最次的，提不着，也没什么人知道。这个提起来，本人内心很伤感。不过找那算卦的先生一给我看相呢，您说您别李文杰，你也别难过，再有十五年。我说我就转运了，就习惯了，就习惯了。哎，我说没法习惯的。打这儿起，这个蔡婆子开始经营瑞云。为什么叫经营？这就是经营，拿瑞云当个买卖那么干。你现在不光他，你说这妓院有这妓女支撑的，能挣钱，就你帮开园子德云社也这意思。您只不过我们就不下手陪您，不过我们也不拖。他们那是看好的，要热的没准儿拖两下，但是我们不是拖了您就走了，这是有点吓人。经营好喽，日进斗金，可以说瑞云是这蔡婆子的摇钱树。
说每天都这么接，就这车来人往的，可以说排着队的进去看岳云，十五两叫盘子钱。什么叫盘子钱？就是看一眼，叫踩盘子。这妓院有很多术语，这个术语啊，包括现在社会流传的，上回书说的，你包括跳槽，这也是妓院妓女，不在这儿搭班了，上别地方去了，说不在德云社了，去东城了，这叫跳槽，是指妓女，不是指我们这个。他就去了，可是呢，有很多，包括我们这个说相声，也有很多这个行话，不过跟妓女那还是有区别的，啊，有很大区别。嗯，他指着他摇钱树，必定的得打扮一番。每天这些人日进斗金，白天可以说进了很多钱财，转过天早晨起来呢，拿着钱就奔了什么呀？刚才说钱粮钱粮档这三大行，奔了钱庄、银行，往里一存，存好，转过天的一天钱再存，可以这么说，这菜婆子可就富了，可就发了财了，就指着瑞云。其实呢，不光瑞云说财也好，只不过这瑞云呢，比这些个房子的姐妹们略胜一筹。那些个房的那个云字的也都不错，都不错，只不过说有那垫底的，天天说个聊斋呀，反正是那垫底的，也就是瞧不得，说模样也不好，说得不好，哪儿都不好，没人家说就发达呀，人家现在成名成腕了，那些个人都混得不错，咱们这是反正这个就是垫底的，现在还都战斗在一线，这是。他呢每天这么人来送往的，他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呢？留客不留宿，他毕竟心里边14岁一大姑娘情窦初开，他得琢磨我的终身可怎么办，我虽然说落入红尘我是个妓女，可是待遇也不错，吃香的喝辣的也有五险一金，也有说车房，虽然说不用还房贷，条件也不错，比他们的园中的姐妹们都略胜一筹。可是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正在发愁的时候，救星来了，来了这么一位英俊的少年郎。上回跟您说到这儿，这个英俊的少年郎啊，姓贺，叫贺生。这个贺生呢，是一个书社的秀才，每天在书社里边聊天，突然有一天呢，书社的朋友提出来了，见到瑞云的人才是真正八百的杭州人，见不到瑞云的人你就不是杭州人。这么说吧，说北京城的人没听过李云杰的评书，这就不是北京人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这口气太大，就是这意思，一赌气把家里被子卖了，不是卖了当了。你刚才跟您开场那当行论，背着被子卷儿，这贺生到当铺把这个卖了当了，拿出这钱来跟家里钱凑凑，凑了15两，可就奔了这个窑子，奔了这妓院了，奔这小班了。到这儿去，有人拦着他，必便得有这么几句话搪塞过去。上回书给您说这点近了，俩人呢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么来一个大比拼，这叫 PK 呀、啊。而那么一 PK 一番，瑞云跟这个贺生的心里边极大的羡慕，而且呢特别的崇拜。那太厉害了。贺生呢并没有这个心，为什么？其实呢俩人岁数差不多，可是他穷啊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这么一穷下来呢，这么漂亮的大姑娘，而且呢在全国都闻名，那云字儿的都知道。瑞云，我怎么敢高攀呢？我就是一穷酸呢，人家都这样了，现在我这30块钱门票还买不起呢，我怎么跟他比呢？结果在上回您说到这儿一看，一试探他没有这个心意，再看瑞云呢抽出一诗简来，展开之后
拿起这个笔刷刷点点，可就写了这么几句诗。写完之后脸一红，用袖子一挡这脸，把这诗简往前一递，可就递给这贺生了。贺生拿着诗简来，上文书给您说到这儿，这么一瞧，心里边心花怒放。怎么写？按他的意思，蓝桥会是个爱情故事。对了，有两个蓝桥会，两个不是一个。咱们说这个呢，这个书里边现在这四句诗，这个这何事求江者，蓝桥扣小关，这个有心寻玉楚，专指在人间。这是汉朝时候叫裴行传，有这么一人叫裴行，他呢没事溜达溜达，到哪儿了呢？到了一个地方叫蓝桥站，是个驿站。到这儿呢渴了，叫何事求江者，寻杯水，蓝桥扣小关。我们这蓝桥驿站边上这儿有一个民房，啪啪一敲门，拉开门出来漂亮的美眉，特别漂亮，异想之美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说您要干什么？寻杯水。姑娘从屋子里面拿杯水递给这裴行，裴行接过水来不喝，一直这眼搁这看这个漂亮姑娘。这姑娘叫什么呢？叫云英。看着二人四不相对，可就产生这爱情了。正在这会儿呢，来了一个媒人，不是我奶奶啊，不是我奶奶上下的，谁？这云英的奶奶，这老婆子到这儿来，看，这一咳嗽，两个人分开了。云英脸一红，进屋去了。老婆一看这镜头，老婆这是老婆过来人呢。你看这个，想当年我们那会儿也有这一幕啊。你看怎么意思？二位说我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来寻水？这姑娘真漂亮，我想娶她为妻。可以娶她为妻，可以，不过有一个要求。说婆婆有什么要求啊？没别的，需要来一个玉杵。你呀、啊，到人间选个玉杵，这个玉杵是神物，人间没有，就为难为你。因为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姑娘云英有毛病，身上有病。有病呢，太上老君给了一颗金丹，这金丹现在在家里边没有这个玉杵，研不开药，活不了，限期100日。没别的，你把它找了，研开了就活了。裴行一听这个，心里边就着急了啊！这对我媳妇儿，现在我找着玉杵，这就归我了。找吧，哪儿找去？人间何来玉杵？说这玉杵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玉杵。这破扇子啊，不是哪儿？您看这个广寒宫里边，就是那个有玉兔，还有这嫦娥捣药那个。那不是胡萝卜吗？嫦娥阴毁偷灵药，这个捣药那玉杵。是那个，这是神物。结果呢，找遍了地方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往这儿一跪，对天起誓：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，两行热泪流下来，流的是血泪。上天感动了，把这玉杵从天而降，啪掉下来，当时脑袋砸碎了，就把这裴行啊就砸晕过去了。那说是砸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琢磨扔远他也不知道，必须扔个跟前儿，哪儿那么扔得准呢？他一扔，没事砸脑袋给砸昏过去了。起来之后一看那玉杵，摸那包，我这包也不小啊。哎，拿着玉杵到那儿去，把这交给云英，把这药捣碎了。云英吃了之后，这病好了，俩人结为夫妻，是这么一个爱情故事。后来两人呢，再叫御风洞成仙。有没地方挨着他们家不远，叫御风洞。二人在这里边成婚，转过天来，双双成为神仙，上天的星宿，我就上天成仙了，走了，这么一个故事。今天瑞云呢，把这四句诗捣不出来，写好了，就给了贺生了。贺生拿过来瞧了瞧，心里边心花怒放，可是又一想，把这诗简合上，坐在这儿是捏呆呆的发愣。怎么意思呢？想我是一穷酸穷秀才呀，
就为了我是为了我是杭州人，就这个名誉，花十五两，连被窝卷都当了，拿钱凑一块见瑞云一面。看这意思，他是爱慕我，想让我替他赎身。可是有一节，这赎身就见一面十五两，说句话十五两，就这些是哪一样都十五两。我要给他赎身，不得花文银几万了？再说了，那菜婆子是省油灯吗？他能让我把他领走吗？想到这儿，把这尸检搁在桌子上，站起来，一躬到地啊，小生，告辞了，转身就要走。这瑞云可不干了，起的身来，砰这一把一上前，可就把这贺生这胳膊就抓住了。像那会儿来说，这就不成了，沾一抹袖便为师姐呀。这要他们抓着个啊，一般大姑娘，要不是这个摇头脸的，这就得归着他们得，就对立马的我得嫁给你。你包括那个、孟姜女的那范启良，就是范那孟姜女在这院里荡秋千，正大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荡秋千。接这个范启良从外边一听这个，怎么还有一二三呢？这里边军训的这怎么着？哎，扒着枪头一瞧，嘿，真漂亮嘿。真好看嘿！哎，这一说好看，二十四目相对，说四目相对没关系，关键什么呀？这秋千有两个，有两个绳子，要荡秋千呢。胳膊欲望跟胳膊，这白劲跟我差不多啊。哎，这白劲哎，这抓这个，瞧见胳膊了，坏了，这就什么？就得嫁给你，范启良，我孟姜女，我就是你媳妇儿。你看那会儿社会有多好。这我站在那澡堂子，这别澡堂子，像疯子似的。这我站在游泳池边上，尤其大姑娘一出来，好比基尼，我一瞧，这满池子女都是我的。我们也站在那儿呢，好，也有一气儿了。哼，这好日子，哎，你要走可不成，军事何意？我乃穷书生，无力与你。赎身那不要紧的，咱们再做商议。刚说到这儿，不听外边菜婆子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，这个瑞云呐，这个那个于老板来了。于老板说那个他有日子没来了，他最近这个挺忙，商演挺多，马场事儿挺忙，不成你送送于老板得了。妈妈，我现在跟他聊天。让于老板呀自行回去，改天我再接待他。那好吧，俩人正聊呢，又聊了一会儿啊。瑞云呐，差不多了吧？郭老板来了。郭老板最近挺忙，换发型了，听说照了不少相片。这郭老板给你送两张相片，你瞧瞧吧。我说妈妈，这个我们正在聊天，琴棋书画诗歌赋还没有玩耍完，让郭老板改天再来吧。你瞧瞧，注意身体啊。听说你欧冠风还没好呢，没过一会儿，那个瑞云呐，这个岳老板来了，岳老板最近挺火，你要不你见他一面怎么样啊？妈妈哪儿多啰嗦呀？这一看，二位总屋里坐着坐不清净啊，哎，歌声二次站起来，一到地，淑云姑娘，小生告辞了，改日再来相聚，转身就要走，这回没拉他，哼，瑞云一咳嗽。君慢走，说话桌子拿起尸检来，往前一递，递的贺声，希望此检君留在身旁，以作信物。呀，以作信物，信物什么意思？这是信物，你就留着它，你就知道了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咱们二人有相聚那一日，我这一片真心，可不要辜负于我呀。哦，好吧，真是有心落两滴伤心的眼泪。可是又一想，他是姚姐儿，我是秀才，爷爷功名，我有功名，我有身份。二爷，我实在他没钱呢，这玩意儿没钱，这高档的会所我来不起，这都怎么办呢？哎，
好吧，把这尸检揣在兜里边，把这袖口一搁，转身开个门，大步流星往外走。刚一开门，就看这蔡伯总边上，不送啊，爷站在这儿啊，妈妈，改天见，别改天见了，咱们大伙天天见，还改天见啊？那什么，这位书生啊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们瑞云呢，岁数是不大，可是呢，他身体挺娇贵，他最近身体不好，说脚气犯了，有点头疼。他这个，他哪都有毛病，不成改天再来吧，好吧，再绷绷，过个半年一年的啊，对你的功夫，关键是用手一伸啊，这个方便的时候再来。我瞧不起人，还这个方便，那意思你没钱，你上这儿干嘛呢？我们这什么地方？高档的会所，知道吗？趁势，那个你们哥几个替我送送他啊，送送他，送送他。这一说，送的这姐哥姐门房的也都起来了。哦，来来来，往外送，往外送，去，往外送。什么叫送？往外轰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往外这一轰，轰出去了啊！不用送，不用送，谁送你？去，去，愣给轰出去了。啪，把门关上了。先吞着这尸检，回身看一下门，呸！是一个奴才，狗眼看人低。你们等着我呢啊！是，我现在是没名没味儿。你等着我，等我哪天我有名有味儿了，我也入曲协，我不治死你们我。好，大宝贝，不小心点儿。狗屎的奴才，一个个的狗眼看人低。好，吃饭不用尿了。等着，一甩袖子他回家了。这一出门不要紧，好家伙，这心里畅快。没事，我杭州人了，这回天也蓝了，云也碧了。一看这青砖，呵，这砖都是金砖。哎呦，心里这高兴。尸检没别的，这我就不回家了，直接我就会所了，直接我们这书舍。一聊天把尸检啪往桌上一扔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红头文件，这是瑞云给我写的啊！瞧了没有？瑞云写的还有落款的，你们看看，瑞云轻慕我，连瑞云都喜欢我，云字大师姐都喜欢我。你们这帮骚干，你们还瞧不起我？你们等着我呢啊！你容我。容我，我再练几年，我考上秀才，我治你们啊！趁势的，瞧瞧，等到这儿，一脚门外，看你帮着这帮花站起来了，那意思想问你最近这嘛没来，想拍胸脯大鼻梁。我刚才去狐狸会所了，我见着这云了，尸检一搁，可是当时灵机这么一动，这尸检还不能揣，不能拿出来，拿出来尸检了一看。这瑞云对我有爱慕之意，这帮人在吃醋，到那儿去百般调戏瑞云，对瑞云没有好处啊！把尸检往里一塞，不拿出来。告诉你们各位，刚才那会所我去了，我瞧着瑞云了，十五两银子搁那儿了。瑞云，我们俩还聊天，还切磋来着。我们俩上联下联，我给出的，他当时对着他出的，我也对着呢。他说那绝对风吹水面层层浪，我对雨打沙滩半点坑，对了个工整啊！这回哥几个没别的，我可是杭州人了吧？费这么大劲就为要一杭州人的证物，这也是气离心了。为什么呀？您不瞧瑞云，您也杭州人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心里边自己瞧你自己，这叫什么？势力自己是非。得了，一转身揣着尸检奔家去了。打这儿起，三天睡不着觉，天天抱着尸检。哎，瑞云这么喜欢我，我是不是我这赎身的替他？我拿什么赎身呢？这帐篷啊，这是夏天，要不是夏天我都见不着他，那把被褥点儿挡着，不把我冻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到晚上了。打这尸检还得瞧瞧，何事求江者？哎，蓝桥扣小关，
有心寻玉楚，专指在人间。哎呀，瑞云呐、啊，瑞云呐、啊，想你也是云字儿。哎，这般的漂亮，这般能耐，你不卖钱谁卖钱呢？瑞云呐、啊，老是念着瑞云，口口声声念着瑞云，到了晚上了，睡觉了，刚一闭眼，一闭眼，就边上去看，边上忽忽悠悠飘一人，一搭着肩膀说那么一句话：“贺生啊，贺生，难道你把我给忘了吗？那师姐的意思，你是看不明白吗？还是看不懂啊？啊，我托付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就不记在身上吗？不记在心上吗？啊？”冷不丁的再看这贺生一睁着眼，机灵打一冷战，就觉得这个事在眼前似的。难道瑞云他与我托梦不成吗？我怎么还能救他一救，替他赎身，把我肾卖了？不成啊，这边已经摘了买了 F6 了，还有这边呢，这边要再摘了娶不娶媳妇没用啊，没有用啊，这还娶什么媳妇啊？到媳妇儿没用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没别的，我要么我早上早上我看看替他赎身需要多少银两。晚天早上起来好五点半敲门去了，啪啪啪一敲门，敲门看里边黑衣服打开了，您找谁？我找瑞云，出去。哎，还挺客气，啪啪二次敲门，赶紧你到底找谁？我找瑞云。几点你找瑞云？我们刚关门半个钟头，我刚躺那儿聊天，我们这儿就是晚上欢呢，你这哪有这点五点半找人呢？啊，下午来了，下午到这儿来一看，这门口这色位又站这儿了，没别找瑞云啊，瑞云，说不巧瑞云不在啊。我问您瑞云去哪儿了？瑞云被于老师，不是被于老爷已经接入府中了。于老爷接入府中了，接入府中干什么呀？吃花酒聊天啊。哦，那还回来不回来呀？不太清楚啊，要不你晚上再来。得嘞，转身回家拿着尸检。瑞云呐、啊，瑞云得了相思病了。到晚上了，到戏到夜里边一点多钟，黑着衣服穿好衣服出来了，一看那哥在这儿，瑞云回，瑞云没回来呀，瑞云真没回来呀，其实根本就没走，就在屋子里呢，就为堂客呢，没回来呢。你呀，不成明儿再来得了。转天下午两点又来，瑞云回，瑞云一宿都没回来。听完这句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哎呀，这可哪儿就没回来？打这儿才三个月，每天来就不让进门。他呀得了相思病了，光说他得相思病了，瑞云那没病啊，比他厉害。瑞云在那儿躺着啊，躺着把眼一闭，这个声也不出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这太婆真着急了，三天都脱了相了，你瞧脱了相那会儿跟李文杰似的。哎呀，你不吃饭的宝贝儿，指着你卖钱呢。你瞧您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也不言语。太婆子是这种事儿，太婆子您琢磨，那老江湖了，那老鸨子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尤其这老鸨子来说，这就算人家那个妓院的班主，这都不是一般人。这个当班主这个那好，您是那厉害极了，那是。好，这点掐了别放，我都肝儿颤了点。那还了得了，到这儿三劝两劝劝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坏了，得了相思病了。一想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穷酸，怎么办呢？赶紧找个主儿给他破瓜头一回，让他头一回过去，这事儿我把这钱落下了就得了。那个说老鸨子心狠点，不是老鸨子心狠点，当老鸨子这是必须的，买瑞云就为挣钱，赶紧找，找一谁这么想的。来一位大爷，这位大爷呀长得也漂亮，就是个儿不高。哎，大爷模样也好。郭老板，哎，谁说他？咱不带这样的啊。大爷姓陶，
叫双名叫任贤，大爷叫讨任贤，讨任贤讨他爷来了，到这儿跟太婆子一见面，没别的，瑞云这些日子我可没少从你这儿花钱，没别的，太婆子，这个破瓜头一回，尤其瑞云这岁数，现在啊也小15了，可岁数合适了，这头一回可得我来。按说起来呀，讨人嫌讨的严，这无论是谁头一回，只要这钱到位都可以，那没问题，文言10000两我就买瑞云这头一回，你看怎么样。按说起来这个现在是他成了，你点的他值这价，他又不成寸场那年他不值这价。这个10000块钱呢，跟您这么说，我们这姑娘啊从小到大没碰过你手指头，没碰过，也没骂过，现在虽然指他挣钱了，可是有一节，这钱咱再商量，二一个呢我得跟他商量。好好，没别的，蔡婆这领家妈当着你这份儿上可给领家妈露了脸了，这破瓜头一回每天接客得怎么样，得听瑞云的，得听这名妓，听这妓女的，按说这事儿都得你做主啊，你问得着他吗？那不是，我们这姑娘啊打我8岁买的，没碰到一手指头，这么得了，哎，我也明白，都是老中医，别来这偏方，10000块钱嫌少，给你加2万，30000块钱，我讨的爷，我买的头一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要到这么说还能商量，你瞧瞧，就为挣钱，再给你加点5万来银子，买这头一回，你看怎么样？大爷，您等着我去商量去啊。这位太婆子转过身来，就奔这瑞云这屋子，瑞云这儿。这帮客人刚走，这儿正什么呢？绣什么呢？针织的，刺绣的，绣一鸳鸯，正绣呢。这是干嘛这样？想词儿。这想怎么跟他说呀？怎么劝他？他这头一夜挺难。那说他想词儿，我得想。哎呦，瑞云呐，嘿，哎呀，你瞧瞧，这绣真不错，这是什么针织？这是。妈妈让您取笑了，这不是绣着玩吗？我拿过瞧瞧，哎呦，现在这小北寒阳都这样了。妈妈您拿过来吧，您取笑了，咱们您绣的不是鸳鸯哦，给你够着玩的鸳鸯了，没别的。姑娘啊，妈妈现在我记性不好了，今年闺女多大了？我快15了。哟，15可大姑娘了，这个14岁让你挑帘接客。现在也快1年了，按说起来呀，你这个条件，这个模样，这个头，吃的好，穿的又好，应该14岁接客就没问题了。可是有一节，妈妈我心疼你，拿你呢当我亲闺女。你看看，这也快1年了，这个你看这岁数也到了，不成咱们商量商量那个这事儿，您看怎么样？妈妈什么事儿？您说，没别的事儿，这不是可不是我说的啊。我说的好与不好，您可别你别生气啊！这不是来一讨的爷吗？那个讨的爷你知道吗？哪位讨的爷？就是不会说话那个。哦，讨人嫌呐！啊，对对对，讨人嫌讨的爷，讨的爷啊，想买你这头一次，当时脸就红了。这个没别的，他呀，他这么跟你说吧，姑娘，这事儿呢，按说起来妈妈我没同意，当时。我就把这钱给他退回去了，他也给的也不多，是不是？您头一次像你这样的，不得多着多着，咱们得商量商量吗？他才给你5万，搁你身上叫钱吗？是不是？乐意不乐意你说，再说了，实在不乐意还有妈妈我呢，我也能强求你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节，心眼一转，眼珠一动，没别的，姑娘瑞云。妈，我8岁嘛，把你买的院中14岁开始接客，到现在15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意思？你可别忘了，妈，我都宠着你，这么爱你，给你吃，给你穿的，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？你就是妓女，你就是干的这活儿，你多不乐意？这头一次，你该卖也得卖，别别的。瑞云当
时腾愣就站起来了，往那一站，把这刺绣啪往上把这床上一搁，妈呀，您也别说了，我要不依着您呢，您也不高兴。您刚才说这个讨人嫌讨的爷给我多少钱呢？5万两纹银可是不少啊，你要听我的，姑娘怎么也是来这一回，对不对？不成你就从了他。再说了，后边的客人你再选，要低于这个价儿，咱们不接，好不好？得嘞，妈呀，那我问问您，这钱这5万块钱挣下来是给您呢还是给我呀？那当然是给你啦。那就好，可是有一节，给你是给你，这钱你搁着用什么用呢？那事后话要都不是妈妈我来给你出吗？哎，妈妈我先给你存着，搁我这儿我给你存着，赶明儿你的万一找个推荐最近的对了眼的脾气不错的说关系好的，你要从良了，这钱呀还给你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哦，好嘞。可是姑娘我应了妈妈您，老太太一听高兴蹦三蹦，嘿，太好了，姑娘要知你这皮，我告诉大爷的，转身要走，一把您先别走，妈，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说呀。哎呀，只要这事儿应了，别的事儿咱们都好说。这事儿我是应了，可是有一节，您看，奴家我应把这钱给您都没关系，您也知道我这个脾气，您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，我应您。您呐，听我的，您得了这5万块钱，我劝您远走高飞，您就别在这儿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买卖在这儿不？买卖，您把钱连走了，您走，您最好离杭州，最好出国，哪儿？澳大利亚，那儿买个别墅，往那儿一住，您就去那儿干什么呀？啊，您听我说呀，把钱您拿走，您移民，您走您的。这儿剩下我接这位讨人嫌讨的爷，到时候我什么叫刀子什么叫剪子，揣在兜里边掖在怀里边，洞房花烛之夜我这头一次上去拿这刀子噗噗噗两下，把这大爷给捅死，拿起剪子照着我脖子这儿气在那儿咔咔一拉开，我们俩人同归于尽，这事儿可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不走拿着这钱，你可替姑娘我打一场人命官司，妈妈你可就瞧着办了。说这句话，再看这位蔡哥站这儿，哭腾就坐地下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我的妈耶！三嗨了一后沟，他可就哭上了。哎呦，真有你的呀！这太婆的心里恨得很，好嘞，得嘞。哎呦，姑娘啊，我养你这么大呀，我不是养闺女的，我是养一妈呀，这是。得嘞，好嘞，放你的，我也不强求你了。好嘞，咱就这样吧，你不要，你也别要死要活的，咱不接不行吗？啊，我都听你的。转过身来，把这门啪的一甩，噔噔噔，大步流星下楼，往你这儿一站。再看这位讨人嫌讨的爷，一看这蔡伯回来，腾腾站起来了。满脸笑容，蔡婆子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看来这事能成功啊，啊，准成啊！看看这蔡婆往那一站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没明白呀？还没明白？我们这姑娘说了，汤汤汤这么一说，这讨人嫌讨的爷爷估计这一屁股坐凳子上了。好，得了，啊，我有钱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哪儿花不是花呀？干嘛非得搁在瑞云上让你钱了我啊？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得放了你的，搁着我的，咱们走着瞧。不就一瑞云吗？那些云字儿我随便点，随便点，这么多云字儿呢。好嘞，把银票揣在兜里边，一转身告诉他走了。大步流星他往外一走，这菜脖子傻这儿了。你这准备怎么往下走？5万块钱这都没了。哎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啊！哎呦，大爷，别走，别走啊！人家转身就走了，他这转身一走不要紧，好，这可就乱了套了。哎呦，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呀？我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呀、啊！
打这儿起又多了一个多月，每天还这样长吸短叹，这菜婆子没那么多话，瑞云就觉得不合适了。为什么不合适呢？你看我那天那几句话把我妈伤得够呛。我妈虽然说呀，她是这个挑班的，她是领导，她是班主，可是我也不能这么对待她呀，让她对我有意见，没别的了，劝她了。三说两说，把这关系说好了，菜婆子可就不敢再提这过夜这事儿，也不敢提了。打这儿起，那边想着瑞云，瑞云想着贺胜，二人过了三个多月，突然这么一天，一挑帘儿，这妈妈进来了，没别的，外边啊又来一个书生找你来了。书生，贺胜对吗？什么贺胜啊？就不能来个李秀才吗？还来个贺胜啊？哪儿的事儿？哦，此人怎么样啊？就在门口了，你看看，你是接是不接？这人风流潇洒，风流倜傥，有的是钱。一进门拿一元宝，足有五十两，往我手里一搁，就需要见你一面。你看怎么样啊？那我瞧瞧，见过门缝往外一瞧，一看一个书生，风流潇洒，拿一把折扇，呵，往那一站，这个漂亮劲儿，当时一瞧。冲这钱，冲妈没态度，我得见他一见呐。妈呀，听您的，我见见他。好嘞，得嘞，姑娘，把门带上出来。哟，大爷，您可来巧了，瑞云姑娘啊，刚收拾好了，您去瞧瞧她呀，你们俩聊聊天啊。不过有一节，刚才您给那个呀，那是进门钱，啊，那是盘的钱。这进去呢，这个说话啊，喝酒啊，聊天啊，这都不好去啊。妈妈，小生挺阔的，从兜里一掏，又掏出一文银，五十两。妈妈，您看这个如何呀？啊，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往里请，让您去把门带好了。再看这个书生往这儿一坐，跟贺生啊两码事儿。贺生一进门是低着头，这位抬头，用手一指，你是瑞云吗？嚯，直呼其名。一般的瑞云还没赶上这个，你这么一瞧，叫我名字，你这我也有艺名啊。瞧，这一般的进来怎么直呼其名啊？奴家我就是瑞云。好啊，领教领教。怎么前人不搭后腿啊？这叫什么？什么叫领教领教？一般的你都写字儿，您看我这字儿怎么样？哎，应该这么写。哎，好好，您这字儿写的不错，领教领教。你得给人点门儿，领教领教，就这一见面领教领教。嚯啊，大爷，您需要什么服务吗？啊，不要了，站起身来，手里拿二十多字，嘴里念叨领教领教，往外就走。瑞云看这人可脾气太差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啊，没怎么着的，见了一面一指我是瑞云，说领教领教，转身就走。看了钱的份上，这种人我得送送他呀，往外送。书生往前走，瑞云提着裙子往外送，送到门口这儿了。啊，大爷，您慢走。这一说慢走，带着书生一回头，满脸带笑，领教领教，用抬起这只手来，拿手指头往瑞云脸上啪